六号杨靖宇，十号简佑哲，交给杨靖宇。阿敏有一个节奏变化，突然急停，杨靖宇命中 long two， 右脚出手被戴维斯盖火锅了，前场的快攻机会，杨靖宇轻松拿下分数。杨靖宇个人单打要到了六九的犯规。有点高难度，你真的很生气啊！因为其实这个球战术非常漂亮啊，他威霆把球给掉之后，空手切到了篮下，往上跑的这个空档是敏哥从 cross screen 跑过来，但脖子没有把人挡好啊，所以敏哥有点生气。哦，这个球后撤步之后，哎，哦，是一个很干净的点球哦。哦，不过敏哥刚刚很生气啊，在出手之后就走过去跟博士说他要把人做好掩护啊，这个球非常生气。我其实我这看到了，哇，这个压力山大。对啊，因为你要帮射手做掩护啊。黑球弹到偏了，杨靖宇也没有果断的在外线出手，来到底线，哇，空手走位，可以原谅你一次。老大哥完全没有在计较上一球啊，该传的球就是送到你手上，来个 give me five 没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杨靖宇跟王柏智在暂停之前，因为王柏智一次战术跑位的错误，直接被士官长在场上拉正。但是杨靖宇该送的球就是会送到你的手上，在这一次的拉正之后，杨靖宇马上传了一个底线的漂亮给球，那让王柏智成功吃饼。对，这个球张镇雅的防守吼没有看到开后门的柏智啊，那一秒钟必须要投了，要看框。哇，这一个失误出现在博智手上，请给我阿敏的镜头啊！因为博智可能没有注意到大表。十分差，哇，漂亮的！哇，这一球漂亮，交给了篮底下的杨靖宇。哇，俊翔以为敏哥要也做了一个过位的在前啊。哇，敏哥看到俊翔的一个在前过头，直接做一个开后门。对，那这一节的得分的篮下就已经来到20分了。柏智充当路障，让杨靖宇一路往篮下突破。阿敏的持球的犯规，让他上罚球线。哇，海登跳出来了。海登最近的话，领航员会有点危险哦，他走步。杨靖宇拿到球，底线已经没有空间了，空手切入，苏世轩成功吃饼。